那这样的话，生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 侯爷来了，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入神。我听说吴姐的干果铺子因为经营不善关门了，还赔了不少钱。哦，那我们赶着去看看他，也多带些银子让他好周转。我就是愁这个呢。他瞒着我没告诉我，定是怕没法还我银子而羞于开口。 我要是带着银子去看他，只怕会伤了他的脸面。还是你想得周到。可吴姐夫在为两年后的春闱准备，也没什么进项，而且当时吴姐陪嫁的田庄是沙地，所得几乎还不够付田赋。唉，只怕他们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。我想帮他们，可是又不知道从何入手。 沙地，不同的土质适合种不同的庄稼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这样吧，改日我让白总管带人过去看看那些田庄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好像什么问题到了侯爷这儿都能迎刃而解，有侯爷在，真是让人太安心了。有你在，我也很安心。 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夫人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！哎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去！是。这是怎么了？回五夫人，蓝姨娘她落水了，瞧着她是被身边的小蝶给推下去的，我们这一喊，她就逃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蓝姨娘现在怎么样了？ 怕是就不活了，死了？怎么会死了？是妈妈？怎么会死了？小兰没事的，夫人，小兰没事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们回去。你让人把这个给吴姐送过去，田庄的事按照这个来，不会出错。是夫人。 夫人不好了，五夫人受了惊吓，这会怕是要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小蝶把蓝姨娘推到池塘里去了。蓝姨娘怎么样？得亏您事先让人盯着，还算发现的及时。不过现在人是救上来了，能不能活命还不知道呢。赶紧去请大夫，一定要把蓝姨娘救活。我现在去看丹阳。五夫人怎么样了？稳婆来了吗？ 回四夫人，我们会已经在屋里了，说五夫人收到了惊吓，怕是有难产之危。夫人，夫人用力啊！谁？丹阳，我在这里陪着你啊，会没事的，会平平安安的。自杀！哎，午夜，产房之地，男子是不可以进的。丹阳，危在旦夕。哎，我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我要去陪丹阳。哎，午夜，午夜。 你怎么进来了？丹阳，我来了，你别怕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，你走！丹阳，再用点力，夫人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夫人昏过去，否则大小都保不住。快点，快点！丹阳，丹阳，你醒醒！夫人，夫人，活了，蓝姨娘救回来了。丹阳，你听见没？蓝姨娘没有死。丹阳，你醒醒啊！丹阳，醒醒。 丹阳，丹阳，丹阳！哎呦，你说这丹阳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难产了呢？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母亲，你放心，丹阳是有福之人，一定会没事的。阿弥陀佛，保佑保佑丹阳，母子平安。
恭喜太夫人生了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快去看看。夫人，五夫人的孩子真是可爱，那双小丹凤眼像极了五爷。还好有惊无险。丹颜和孩子都平安无事。经过这次的事儿，五爷应该再也不敢乱来了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侯爷不像五爷那般糊涂，他一定不会让夫人受委屈的。我知道，侯爷真心待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侯爷，侯爷。我刚也去看了那孩子，粉粉团团的，很是可爱。武帝还让我感谢你，说多亏了你，丹阳才能母子平安。哪里，他最该感谢的应该是县主，县主很辛苦的。对，丹阳自然是辛苦，但你是功不可没。既然如此，侯爷要怎么谢我啊？那我就赏你为我生一个孩子。侯爷，你这是赏我还是赏你自己？好好好好啊，那这样的话，生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侯爷，多情，好好照顾夫人，多陪她说说话，夫人需要什么，随时向白总管要。是侯爷，侯爷，我送你出去吧。